近排我个班有个学生写咗封遗书，想自杀。其实可能件事冇大家谂得咁绝望嘅，冇大家谂得咁绝望。我未必帮到你，但系我会陪住你。佢写嘅其中一句说话，令我谂起好多细个发生嘅事。对唔住，下次我要听到你弹晒成首。咁唔系个个都要同细佬一样噶嘛？我想同细佬一样啊！跳！我唔得！睇漫画，睇啊，睇啊，睇啊！记住，呢间屋所有嘢都系我买嘅。我同爹哋讲，叫佢带埋你一齐去旅行。而家冇啦，你而家留喺度，只好我哋温书，边度都冇得去啊！人同人之间系冇永远，因为大家始终都会走。我宁愿以后都自己一个人生活，都不想再见到身边的人离开，直至遇到你。